亲爱的提阿菲罗，我提笔作书，依次向你述说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，使你知道每件事的绝对真实过程。当该萨亚古士都是罗马的皇帝，希律是犹太王时，上帝派遣天使加百列到拿撒勒城的一位童女那里去，那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不要怕，玛利亚，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还是童女，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？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，因此圣婴将称为至高无上的上帝之子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动身前往犹大城拜访他的堂姐伊丽莎伯，伊丽莎伯也奇迹般地怀有身孕。伊丽莎伯，玛利亚，堂妹玛利亚，你是所有女子中最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儿也是有福的。我一听到你的问安，我腹中的胎儿就欢喜跳跃。我心以尊主为大，我灵以上帝做我的救主为乐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拿撒勒众民知晓，今奉该撒亚古士都之职，臣属地区加利利和犹太的人民将报名造册，众人必须在自己的祖籍城镇进行登记。玛利亚同她的未婚夫约瑟一起到犹太的伯利恒去登记。伯利恒的客店里没有地方，他们能找到的唯一住处是一个破旧的马棚。在这一带的荒野，有一些牧羊人夜间看守着羊群，上帝的使者在他们面前显现，上帝的荣光从四面照耀着他们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救主诞生了，他就是主基督。牧羊人急忙去寻找，看见了在马槽中的新生婴儿，他们是首先传播关于童身母亲和救主诞生的好消息的，这好消息也被称为福音。一周后，给孩子施行割礼时，为他起名叫耶稣。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孩子去耶路撒冷，要把他献给主。在那里的圣殿中，有一位善良和虔诚的人，圣灵应允他，在他没有见到基督之前不会死去，他的名字叫西面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释然而去了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这个孩子就是上帝的选择，愿你们两人都蒙福。约瑟和玛利亚按照摩西的律法办完了一切手续，就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回到了拿撒勒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约瑟和玛利亚带他去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，但是当他们启程回家时，以为孩子耶稣在同行的人们之中，却不知耶稣留了下来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他，第三天他们在圣殿中找到了他，他坐在老师和长者中间。
这是谁的孩子？询问这种问题。他是从拿撒勒来的，我们以为他同我们一起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请原谅他的奋发之心。所有听见他提问的都惊奇不已。王儿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呢？你的父亲和我寻找你好生焦急。你们为什么找我呢？你们不知道我必须从事我父的事业吗？他同他们一起回到拿撒勒，他的智慧和身量以及上帝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一起增长。提比留皇帝在位第15年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，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以及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，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降临到他，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舍弃你们的罪，接受洗礼，上帝将因此而赦免你们的罪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话，说有人在旷野里喊着说，预备好主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行走的路，一切山谷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曲的道路要修直，高低不平的道路要修为平地，全人类都将寻求上帝的拯救。我们该如何是好呢？是的，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事。请毒蛇，你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有两件衣裳的要分一件给一无所有的，有食物的要与他人分享。老师，我们是税吏，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除了法定的数目不要多取。那我们应当如何做呢？不要以强行夺人之钱财，不要枉指他人有罪，要满足于自己的钱粮。告诉我们，你是基督吗？我是用水给你施洗，但有一位比我更伟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带着羊肠的铲，要扬进麦子。